做股票就要跟着趋势走，趋势在哪里，钱就在哪里。今天产业先知江国忠分析师来了，不但要告诉你下半年长趋势的多金产业是哪一些，还帮你整理了攻击力超强、股价准备要直涨的钻石股，一次布局强势股就要看这一集。股市热炒店，标股在里面。大家好，我是施伟。要周末了，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江国忠老师。江。Hello， 大家好。今天台北股市跌，对不对？对。今天跟各位讲两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是台积电的利空情况之下呢，台积电跟他客户的爱情故事。然后呢，还有今天下跌，对不对？台北股市有一个隐藏性的发财密码。好，待会跟各位做分享。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股市热炒店啊！哈。好，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台积电在法说会之后是不是已经利空出尽了呢？今天一开盘就大跌了20多元哦。另外，航运股的部分，今天长荣虽然涨停，但却锁不住航运股，接下来该怎么操作？还有江国忠老师要来带来的是长驱直入的钻石股，要让你呢赚得饱饱，赚得肥肥，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看到最后哦。看到今天台股大盘的部分，因为台积电昨天法说会并不如市场的预期，所以台积电的 ADR 今天清晨呢是下跌了5%，而一开盘之后，台积电也是直接下跌了23元，影响到了台股哦，直接跌了将近200点左右。今天呢，台股是开低走低的，幸好在盘中呢还有航运三雄、货柜三雄跟金融股的撑盘，所以最后呢跌幅是收敛的，最终下跌了138点，收在了17895点，跌幅是0.7%，成交量呢则是缩小到了5727亿，失守了18000的关卡。另外看到柜买指数的部分，大盘是跌的，但柜买很厉害哦。柜买呢，今天是上涨了0.07%，而且盘中呢还创下了波段的历史新高222.18点，成交量呢也是缩小，来到了956亿。另外看到三大法人买卖超部分，今天在连续4天的买超之后，今天呢外资跟法人是卖超的，今天合计卖超268亿，外资就已经大幅卖超了225亿。好，礼拜五外资到底卖了些什么？我们来看呢。今天呢，这外资买卖超的部分呢，首先最明显的是外资卖超了联电8万多张，台积电2万多张，都是大型的电子全指股。而买超的部分呢，则是今天表现的还蛮不错的金融股，包含了星光金、开发金以及中信金跟元大金。另外，来看到投信买卖超的部分，一如以往呢，投信还是一样买超，全部都是在电子股的部分。鸿海今天表现也很亮眼，鸿海、友达、强茂经济以及今天等会会讲到的 MCU 的新唐。另外在卖超的部分呢，则是卖了传产股哦。好，老师，我们这边要来请教您一下了，我们往上看一下哦，这个今天外资卖了联电跟台积电，而且张数还不少哎，你怎么看呢？对，当然是这个因为昨天市场说的哈，法说会的毛利率哈不如市场的预期，然后呢股价马上做反应。其实最近我认为哈投资朋友尽量不要去看太多外资的买卖超，为什么呢？涨就买进啊，跌就做卖出啊，这种操作跟猪一样哈。所以不是他们也在当冲，对，隔日冲，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冲法是就是输钱的做法，我觉得不足可取哈。不要学，不要学。对，所以投资朋友还是顺这个趋势，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那今天是买超很多的金控股哈，就外资的手法而言，完全是避险性操作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对台北股市的伤害没有很大，为什么？台积电今天的跌幅，它其实换算指数的话是贡献了200多点的跌幅哦。是。台北股市只有跌138，对不对？所以目前看起来是很 OK 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下一张是投信的买卖超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投信依旧是买超电子股的。但我们再看到今天左右盘势最大的就是台积电了。是。老师，台积电在连续3天是跳空开高之后，今天是悬崖式的坠股。对啊，你看它就很神奇呀。对。对，3天涨都是外资买的，啊，今天跌是外资卖的，那你干嘛看外资呢？对不对？所以我说，另外的台积电，我刚刚讲的啊，看破题跟我讲的什么？ 啊，台积电跟客户的爱情故事到底如何上演呢？那今天是下跌，对不对？对。那我认为是利多，哎，为什么？我真的是解读是利多，哎，你听我的逻辑哈。好，原本台积电是要明年时程是规划，明年才涨价。对。好，因为制程的提升必须涨价。好了，那像今年不涨价的结果有没有 ？MCU 啊，这个半导体的上游啊，涨翻，对不对？对。涨1轮、2轮、3轮、4轮，那台积电都没有涨价嘞。 他体恤他的客户，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变成什么？我这么爱客户的结果呢，是我毛利率被降低了，啊，对不对？外资狂卖我了，那接下来怎么办？这是一个为爱情而生的故事，对不对？是不是换台积电的客户要反过头来爱我了呢？是不是？所以我认为说，今天这个利空，台积电的毛利率比市场的预期低一些些，反而有可能会加速台积电 涨价去弥补它这个资本支出扩大的造成的毛利率下滑，所以搞不好市场预期明年才会涨价的时程 ，maybe 今年第4季就会提早出现哦。是，那这样子是不是长线利多？那当然是嘛。然后呢，一个 hint 就是说，2年前台积电制程是7奈米，对，7奈米的股价是300多块哦，对。那今年是5奈米制程为大宗，对不对？是。然后呢，股价是600多块哦，对。那如果明年下半年大爆发3奈米呢？那股价 maybe 就800、900哦。投资朋友，我没有乱讲哈，这是台积电的奈米制程提升，对台积电明年的爆发力会非常之强。好。只不过说现在呢，因为在制程交接的时间，它真的 没有太大的爆发期，是，所以我认为台积电明年会非常有看头，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讲过，对不对？你做短线的赶快去做 IC 类，赶快去做 MCU， 那你存股的600块钱以下存股台积电。OK， 好，这是给大家实质的投资建议啊，老师。那另外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长荣货柜的部分了。今天呢，货柜三雄表现的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波动挺大的。像长荣呢，它是开红之后呢涨停又 打开又涨停又打开，像波动这么大的部分，您怎么看待呢？好的，我想我们的粉丝哈，长期的粉丝应该很清楚哈。你看这个图，图的下方是 MACD， 对 ，MACD 是不是绿色的？是。好，绿色是什么？是修正，对不对？对。好，说必须等它 MACD 翻红之后，才有波段性可言哈。所以这是目前它的技术面的表态。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全球最大的航商是谁？马士基，对不对？对。昨天晚上是跌3%。啊，师傅你知道吗？它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只有26%嘞。它这波修正之后，马士基的涨幅年度涨幅哦，剩26%。可是长荣年度涨幅是500%嘞。所以，投资者这个台北股市真的是耐人寻味哈，非常的火热。对，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属于多空的交战期哈，可能风险要稍微控制一下。至少我们图形上讲的有没有？我跟各位教过的，MACD 的双线在零轴上，所以是长线多头，目前还 OK， 它没有翻成空头。但是 MACD 是绿色的，它就是有疑虑，所以我认为哈。 你的100万、你的500万、你的1000万，聪明资金往哪里移动？往 MACD 零轴是在双线在零轴之上的。MACD 是红的电子股啊，也就是翻红的电子股。对对对，长荣还是绿的。对对对，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昨天看到的外资某一家的这个外资的评论哈，它的 ending 是这样子写哈，第3季电子股会取回 盘势的主导权啊，所以外资他们建议他们的客户有可能从这个航海人参哈，这个资金呢，淘海人参的资金开始慢慢的降级，会往电子移动哦所以这一点稍微留意一下外资的筹码的动向了。哎，老师，那我们快速给个建议哦，就是如果我现在手上还握有长荣、万海跟阳明的，那我还握着这些股票在这里载浮载沉的海海人参，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呢？ 以我的立场，我认为从现在7月中旬，到今年9月底来讲，哈，你的资金投注在航运股的部分，比方说长荣，对，我认为你要赚2成、3成、4成，那个难度会很高。那但是同样的资金，现在去找什么？找火热的 IC 类、火热的 MCU 类，我认为赚3-4成的比例，那个机会会高很多。OK， 好，谢谢。对，就是所谓的聪明资金要往最有利的方向去走。OK，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老师下一章呢就要来帮我们剖析现在台股哦跟全世界的经济部分，有请老师。好的哈，好，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哈，18,000了，台北股市18,000了，有点害怕，对不对？有些人讲会需要居高思维，但是我先就总经面哈，还有企业的火力面哈，跟各位做分享哦哈。全球的各国的 GDP 从成长呢由谷底翻扬，目前正在 ING 中哈，翻扬 ING 正现在进行式哈。是，以台湾而言，2021年盈余持续上升哈。那台湾目前看起来是前400大的上市柜公司呢，今年的获利原本是预期是45%，成长是45%左右。那目前3个礼拜才获得修正哈，成长率到50.6%。好，思维。原本是45，变成50，是不是增加10%？对，好，企业盈余增加10%，那股价的本益比就修正，有没有修正1层哦？好，所以它对股价的中长期的趋势，它是有加分效果的，就是说这个企业盈余持续上修，而且是现在上修当中，maybe 今年8、9月的时候，搞不好又会再上修一次，好，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疫苗全球施打了，对，好，然后呢，疫苗的疫情的影响性变低了，那维持经济的稳定度有没有？预期利率还是在低档。好，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升息的这个太大的疑虑哈，所以创新高本来就是多头，台北股市本周是创新高，好，创新高就是多头，创新高的拉回，当然要继续找买点啦。好 ，OK， 好，那我们要加快一下速度了，来看一下呢，这个接下来是长期正成长的产业，这些是江老师要提醒你特别留意的哦。OK 哈。目前因为我对科学园区的产业还蛮熟悉的哈，目前很确认是属于正成长产业呢。都是在科技业里面哈，半导体啊、5G 啊、高速运算、AI、车用伺服器，目前产能哈这个的趋势订单来看的话，成长趋势都没有改变哈。好，我们看下一章。好，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因为你看哦，现在很热，未来如果会衰退，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对，我们看未来好不好？好，全球出口现在好第2季预估值已经超越在 COVID-19。之前的水准了，好，所以投资慢慢的恢复，好，开始会这个恢复。9月美国人要重新开学上课了，对，工人要重新复工了，是，好，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明显不足，产销失衡，那企业需要什么？建立库存，他要赚钱了，以前是窝在家里，现在就出门要赚钱的，赚钱怎么办？要增加存货啊，赶快堆存货进来之后，准备要去卖啦，哈，所以目前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造成我们的出口呢持续畅旺，而且还在往上走。好，投保最后一行最重要哦，台股获利处于什么上修循环？你知道吗？从2009年以来哈，台北股市有3次的企业获利上修的循环。那我们去看过去的案例有没有？它每一次的上修循环呢，好，都是目前看起来是23个月。最少是23个月，投资者，你听出端倪没？去年4月台北股市开始涨，对不对？对，涨到现在才几个月？12个月，15个月，15个月，1年又2个月，好，所以过去的经济成长的获利上修的循环，最少都有23个月，那现在才15个月。所以还有路可以走啊，对，还有好几个月可以好好获利。所以我认为台北股市。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第5波至少满足点，我个人看在哪里？19200，所以我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哦。好，可以上19,000哎，好开心哦！来，是，然后这个台湾企业的盈余，对，如果说我的研判是要到19,200，至少那需要什么？需要获利的支持啊，好，不能够空包蛋啊，哈。好，去年台湾企业盈余成长率是24%，今年预估是34%，明年是7%。哦，你会疑虑说，哎，是明年就变成。这成长率降很多，其实并没有。我们看ROE，好，股东权益报酬率，就是说，回馈企业赚的钱回馈给股东的部分，是去年12.9%，今年在疫情情况之下竟然有15.9%哈，所以这是很大的成长，明年至少能够维持。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态势目前还是正向、很乐观的。好，接下来我们赶快请老师来帮我们剖析一下了加权跟贵买的部分。现在看到的是台股的大盘。OK， 好，我们刚讲什么？我今天开场跟我讲什么？我发现一个发财密码呢，17895。一起发就是我，对不对 ？OK 哈，所以我认为台北股市哈几经震荡之后，还是有机会往上走。我们上次跟各位分享什么锯齿状整理有没有？台北股市是不是在58000？对，吐一次吐没有过回来，第二次突过之后还是回来锯齿状的整理哈。好，投资朋友，我认为下礼拜是可能还是在18000里面附近做震荡。对，但是如果它突然往下掉一根，像今天这样掉下去，我认为是很有机会的。为什么？做图解哈，做教学。这是台北股市 K 线图的60分钟 K 线。对，下方我们放什么？放 KD 值。好，投资朋友 ，K 值来到20附近，在多头市场都是很好的买点。对，可是投资朋友 ，K 值掉到20是什么原因？跌呢？因为跌，所以 K 值才有办法掉到低值，对不对？所以你要多头市场，你要克服跌的恐慌，你要克服跌的时候那种负面的情绪。是，好，跌的时候你要用正能量去加持自己，鼓励自己，有没有？你看这个K 值大跌后 ，K 值20低档背离，结果后面是喷发，对，所以你要趁跌买，对不对？对，你看这个二也是，是不是拉回？是不是因为有拉回有跌 ，K 才会变低嘛？所以趁跌的时候 ，K 值低档买，二你又赢了。第三次呢，还是赢了啊，都是趁跌买赚最多，有没有？好，那假设下礼拜台北股市，因为今天外资卖台积电、卖联电的张数有点多，是，所以它那个余温呐，可能会稍微递延一下下，递延1-2天。但下礼拜还会有一点影响。对，所以如果下礼拜1、2还有些拉回，甚至航运如果它也做 A、B、C 西波的下跌，对指数的市值影响大啊，所以它还是会拉回啊。但是你看哦，如果下礼拜拉回 ，K 值会怎样？又来到低档了。就是一个很适合的买点的部分。对，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这一波疫情低点以来第4次的买点哦。好，我们要加快一下速度来看一下贵买指数的部分。贵买指数也一样哈，有没有锯齿状的整理？有没有锯齿状上涨？有没有头这边有？它是涨的，可是它不干脆，它不是这样做火箭，有没有？它是这样锯齿状的整理，对，所以一样哈。今天有个背离现象哈，今天思伟刚刚说了，今天创波段新高，对，创波段新高是多头，创新高就是多头，它如果拉回之后，它 K 值也会掉下来，所以那也是个买点。OK， 我们跟各位提示一下，最后是航运的部分哦。好，大家最关心的，好，这个就很重要，投不要认真看，张开眼睛看哦哈。好，左边的图，左边的圈圈，红的圈圈，是不是站上均线？对，股价站上均线为多，均线黄金交叉为多。均线往上助涨为多，所以过去一波涨势是，可是本周出现变化了，哪里有变化？股价跌破均线了，均线变成下弯了，对，然后呢，它有死亡交叉的嫌疑，然后 K 值经过2天反弹之后来到高档，对不对？对，所以你要慎防下周，万一它无法突破535，今天收盘337，对，航运指数26哈，航运指数。要图站稳353，它才会转空为多。转空为多的证据在353，如果没有的话，往下掉的话，有可能打第2只脚。所以航运，所以我才跟各位说，现在你的资金要聪明一点，放航运还是放钢铁，还是放电子？我认为是要放电子。这获利幅度会比较高一点。好，所以呢，今天老师要带来给大家看的主题呢，就是要告诉你趋势在哪里，钱就在哪里。我们等会跟着江江老师一起长驱直入，赚死股来喽！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独家标股在哪里？股市热炒店告诉你。来看一下江国忠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要来告诉大家趋势在哪里，钱就在哪里哟。要来告诉你这一些股票、这些产业，请你千万不要错过，跟着江国忠老师一起来轻松获利。我们有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哪一些产业？好的哈，我们还是讲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哈，特别是 IC 类跟 MCU 哈。其实这个 MCU 我们是一路以来跟各位做追踪哈。那目前今年已经涨价来到3波了哈。我们看我们今天帮各位不会整理的独家讯息哦，哈。老师，你又要爆料了。对，爆料大神江国忠。对，这个瑞萨半导体哈、英飞凌跟安森美哈都是国际性的 MCU 大厂。哎，那交期是持续拉长，比如说我原本订单，我思维跟我下订单，我答应他26周给他。对。 拍摄我现在真的很满到不行了。我拍摄哈，我必须延到50周才能够给你。啊天哪！我现在下订单要等50周，等1年。所以投资者，你这个交期延长是景气一个非常热的讯号。好，所以这个特别留意哈。台产 MCU 部分，然后最近又有碰到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二线厂因为大陆晶圆代工厂有没有砍单了。造成说它更吃紧哈，所以变成说，你看我写的。 交期原本是26周、32周，延长到36周，到42周以上。所以新唐盛群来说的话，到明年的第2季投保，现在是2021年的 Q3， 对，到明年第2季底都是满单呢。哇，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台北股市电子族群里面最热的一环，就是 MCU 了。其实每次呢，江老师在节目当中都告诉了听众朋友很多次 ，MCU IC 族群是你绝对不能够错过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赶快来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标股的部分。首先呢，先来看到的第一支呢，这是4月16号江老师第一次来节目哦，就来分享给大家的这一支标股。对，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思维的节目哦。第1天讲的 MCU 有没有？我们讲底下的 Super 有没有？对，产能热爆看不到舒缓的一天，结果呢，从4月16号到现在依旧是看不到舒缓，而且更热了。为什么更热？我待会有压这个字卡哈，跟会做分享。好，这是我们这一支是我们当时分享的4月16号，对，新唐4月16号分享的时候呢，才71块哦，现在呢已经到了142块了，所以整整是。 翻倍耶！是，对，你看到这个新唐哈，你看已经翻倍了，但是听说哈8月份又还要涨价，就说它的涨价原因何在？是哦，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啊，说哦，我在园区的朋友讲说，他最近去找 MCU 的那个晶片有没有？哦，竟然找不到，那个下定，因为你要排嘛，对，那怎么办？去现货市场找，你知道吗？现货市场有人报5倍跟10倍呢，就说原本一颗是1美金啊，比方说思维跟我下定，那跟卖黄牛票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就是翻倍卖给别人，所以不止翻倍哈，翻好几倍。说现在 MCU 的热度超乎想象，比方说思维哈跟下订单给我，对，但是我要帮他做一个产品，对，那这个产品需要1颗的 MCU， 是，那我必须去找去下订单，对不对？对，没有。 订单你要排啊，我帮他去现货市场嘛，现货市场买，我找到了，但是他报价多5倍，对，那我就问思维，你接受吗？思维急着出货，所以他思维就接受了，所以他要把它吃下来，所以他要自己把它吸收，你看，所以这个 MCU 厂商真的很赚翻了，对，懂哈？可是老师，我只问一句话就好了，你4月的时候告诉我们新唐 MCU 会非常的火热，现在7月你还是告诉我们 MCU 的第3季。 涨定了，那现在已经价格这么高了，还有可以在后市看好的空间吗？哦，我待会会跟各位讲，说它是领头羊，因为它已经喷最凶了。对，好，喷最凶之后，因为它获利幅度已经超过1倍了哈。但是你可以去寻找同个族群中，谁的基期比较低啊？好，比较安全的，就是我讲的哈，买股票买什么？买刚起涨。 然后买 MACD 刚翻红，你看这个新唐的 MACD 已经翻一阵子了，已经翻至少短线上翻8天了。你不要找买连续涨第8天的，你要找买什么？买刚刚翻起来的，待会后面有。好，我们赶快看到下一支呢，也是上次4月16号的时候，江老师就来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一支股票是盛群。盛群在4月16号分享的时候才95.5块而已，现在看到它的价格已经来到137.5。哎，老师，这是整整40%，今天也是涨停板哦。思维的粉丝有没有很幸福？没有，应该是热炒店粉丝很幸福，非常幸福，对不对？ 好，持续关注我们了哈。好，这个盛群也是一样哈。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好，投资朋友，它不是6月才创历史新高，连续好几个月。那听说7、8月一样营收一样会创高，好，所以这个是特别留意的哈。投资朋友，股价听清楚了哈，技术面的解读，创新高就是多头，是很多人散户很奇怪哦，他做股票，哎呀创新高了，好可怕，不是这样的观念是错的。能够创新高，它是代表什么？它比别人强，对，市场的资金在这个地方，因为股价是钱堆上去的，同个族群一只创新高，两只、三只，代表什么？市场的钱都在往这里簇拥啊。 那你不能怕这种股票啊，哦，所以一样哈，这个盛群8月还是看涨哈。好，我们看下一支，好，伟全电它是有部分 MCU 啊，部分电源管理 IC， 两个部分都受惠涨价，所以我认为它，你看它股价是过对创历史新高，过前高有没有？我们常讲压力，突破后会有回撤，一是突破。 二是拉回，那下一次再过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攻击波了。所以这个伟全电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哈。好，下一档是好，这个连结，这是 IC 设计的部分哈。好，投资朋友，它是第3季动能很充沛，切入工业 4.0 跟无人商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哦哈。无人商店的部分底型，投资朋友这个很漂亮。均线5天前发生什么事情？ 纠结后往上做发散，有没有？所以它可能是过去2个月的整理，刚开始要结束哦，哈，这个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好，而且它的 MACD 也才刚翻回。对，就是我讲的，你已经喷8天了，你还去追，是不是有风险？可是刚刚起来的，没有人留意啊。好，所以这个我依我的操作逻辑，我会对这种呢。 投注比较多的关爱眼神哦。好 ，OK， 下一个是松汉，也是很多人讨论。好，松汉是什么？是从这一波 MCU 里面呢，好，新唐喷翻了，盛群喷翻了，通家喷翻了，松汉还没有动。好，均线刚刚突破。对，MACD 有没有？哎，他说这种我最喜欢，为什么？MACD 的双线刚翻到零轴之上，是 MACD 的柱状体也刚刚翻红，两个对垒在一起，有没有？ 它需要什么？需要一根中红 K 棒。它再出现一根中红 K 棒，变成什么？变成大多头排列。OK。所以我认为这个留意下礼拜它的股价的发展哈。好，下一档是盛达。啊，盛达这也是哈 MCU 的部分哈，往类似横盘一字底有没有？对，横盘一字底。它整理很久了。对，思维，我跟你分享一下哈。好，每一根 K 线。 都是主力在里面筹码的留下的痕迹，啊，它能够横盘很了不起呢，它没有大波动，啊，所以一直横盘一直横盘，然后呢 ，maybe 就是一个筹码沉淀之后，像是有点往上做发散，也是现行非常好的股票哈。我认为如果新唐如果盛群持续往上攻，那盛达一定会有在后面跟。 这个机会是蛮大的，它是相对底型比较安全呐。好，另外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深全。好，这个深全呢也是6月营收创新高，你看有没有？创新高，这是整个喷出去。对，刚思维讲到一个重点，有没有？股价没有涨，没有人讨论。股价一涨就有人讨论。对。所以你要留意什么？去找还没有人讨论的股票，会稍微好一些。好，今天深全是连续攻高，过前高后的回撤一样哈。前高在这个地方有压力，突破后回撤。 我认为目前还很正常，很健康。主要什么？它有这个第3季的获利，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因为它有这个打入了小米啊、华为、光宝等供应链，那是都是国际性大厂哈，还有国内的零组件第一大厂。我认为它的 backup 是非常多的哈。好，我们加快一下速度来看到最后一个是右滑。好，右滑啊，投资，这是我的最爱。碗公底呀，那底部花时间做出一个碗公底。 然后呢，似乎有左肩圆弧底跟右肩的形态，打底很扎实，对，非常之漂亮。这是技术线型里面很难得出现的碗弓底啊，这个是特别留意的。OK， 好啊，以上呢是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有关于车用的部分。好，我们车用，我们的老店是不是讲个 N 次啊？讲好多次，对不对？对，每一次都会讲啊。为什么？它就是主流啊，它就是未来的趋势啊。对啊，你看哦，我们上次讲说，这个电动车成长11倍，对不对？ 未来10年成长11倍，这个数字看起来不止11倍了。车联网市场8亿美金呢，去年了哈，2035年到324，好不好？自己除一除，这是几倍？好，所以它的扩散效益，因为它这个已经是既定的趋势了，很确定的趋势说，电动车的渗透率走高，它会缓步的增加，而且我认为哈，今年是2021年，对，未来几年会有个突然就会有个爆发期。好，所以这个是真的可以长期留意哈。我们来直接看股票了啊。老师，你这4档都很标哎，来看看嘉玲的。当然啦，给粉丝一定要给最标的哈。今天涨停板。好，这个嘉玲，好不好？这个底型小太漂亮，真的太漂亮，它很磨。你看哦，它过去没有出现太多的涨停板。 你看，过去3个月只有2天涨停板，可是就因为它磨的关系，磨久之后呢，均线从过去的往下筑跌、纠结打底，今嘛变成什么？变成往上做发散呢？是。好，所以我认为下周如果突破3年前的高点，底型会更加的扎实。好，这档我是非常之看好哈，因为 ADS 它就是第一。 买公司要买什么？买第一名的 ，OK， 所以 ADS 第一名的品牌是嘉玲哦。对对对，先进的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它就是第一名。好 ，OK 哈，来嘉玲啊，那我记起来。好 ，OK 好，这个有点小聪明。OK 好，普成是鸿海的子公司哈。那鸿海今年本业它电动车贡献只有1%啦，其实不是很多，都是想象空间。 但是普成听说哈，今年第3季、第4季，鸿海会塞单子给他，会丢单子给他，这是一个想象题材哈，可以留意它何时过这个近期的高点，一旦过高，那底部就成立了。OK， 好，下一档是等很久的同志，对我们也是推荐很多哈，但是我们从210开始讲哈，今天是252哈，那均线 MACD 是稍微翻绿，对不对？所以暂时不要急着做切入。 等它下一次翻红的时候，就可以留意了。老师，你是说它等 MACD 第1根翻红？对，第1根翻红，你看有没有？中间5月中进场，对不对？5月中第1根翻红，买下去是不是赢？对对哈，所以现在气势它表示到它现在是绿色，表示它气势不在它身上，所以耐心等一下，等它翻红之后，代表整理又结束了，底部又垫高了，有没有看到它的股价？高点过前高，低点没有破前低，多头啊。 啊，等到下次整理完毕之后 ，MACD 一翻红，攻击“砰”的一声起跑。好，下一档我们来看到的是飞鸿。好，飞鸿是电动车的充电桩，这是必备的。嗯，所以没有它不行。嗯，啊，所以哈，但是因为它也是股性稍微温吞一点点哈，所以可以长期做追踪啦。OK， 好，以上呢是老师呢告诉大家的，在未来的趋势呢在哪里，股价就在哪里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先赶快把它笔记起来，跟着江老师、江国忠分析师一起在股。 市场可以轻松的获利，我们也非常谢谢江老师，是谢谢。好，来看一下今天网友 Q&A 的部分，第一题的部分，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联电利多加上外资连买4天，但是为什么联电的股价都没有办法突破？今天外资是买联电啦。对啊，今天这个 Q&A 的 Q 哈，问的很可爱，因为今天外资大卖啊。对啊，刚好啦，刚好，但前面是连买4天。对对对，所以我说哦，这一波今年的外资真的是很掉漆，真的很掉漆哈，怎么卖股价怎么。 涨，所以投资者不要看外资了，真的不要看外资，除非他有一天回心转意，过18000之后，然后把台北股市调高到20000点，然后真的付诸于行动狂卖，好，那个这个信号出来的时候才去相信它。但是我还是跟各位讲哈，联电目前的产业的展望，第3季它的展望的成长的幅度，远输其他的 IC 设计，远输 MCU。 甚至连MOS都输很多，所以我认为资金要摆在最聪明、有钱赚的地方，还是往那边挪会比较好一点点。OK， 好，大家听清楚了。对，除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做存股了。 啊，对对。好，下一题我们看到的是台积电呢大跌回到600元以下了。刚刚老师有说了，近期股价会怎么走？下周怎么看呢？我认为短期哈，外资应该不太可能今天大卖之后，礼拜1就马上大买。这个机率不太高，所以可能会稍微震荡一下。但是投资者你看哦，今天有利空，对不对？对。本周高点是突破6月的高点哦。高点有过高，低点没有破低，有没有？它从过去的往下的趋势。 开始转往上了，所以我认为外资会在Q3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天它会突然去大买台积电，然后比方说台北股市要过18000的时候，正式站稳的时候呢，需要谁？需要人稳定军心，在重要关卡的时候用台积电、联电去把它突破，突破后把它守住之后呢，中小型股它又喷翻天了，所以我认为它会在关键性的第3季会有一天突然大涨7-8%以上。 好，我认为会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可以长期持有啦。因为它真正的爆发力在明年 Q3。了解，来看到下一题呢，部分是今天长荣涨停也锁不住，散装也是由红翻黑，航运股老师怎么看呢？我们有3只股票，请老师帮我们快速看一下。好的，就像我讲的哈，马士基的全球的龙头呢，今年涨幅只剩下23%了。那长荣的涨幅很大很大。那目前是短均线跌破，月线跌破，那下礼拜必须守在这里，不再破低哦。然后 MACD 才有机会什么由绿翻红，才有机会重新涨势啊！如果它 MACD 无法翻红，它就代表什么？它没有机会出现波段，是吧？没有机会出现大波段，那你干嘛把身家压在那个地方呢？所以我认为强短可以，而且要快很准，要跑得很快哦哈，否则我认为风险还蛮大的。好，下面看到的是散装的部分，星星。对，散装你看哦，散装原本之前是大波涨幅有没有很大，但是它落后长荣很多，对不对？所以属于一个落后，由这个货柜扩散到航运的部分。那现在航运货柜跌下来之后呢，它今天非常弱势。非常弱势哦，有可能是走 A、B、C 或者是1、3、4、5的5波的拉回，好，所以这个我认为投资朋友不要介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风险是蛮大的。另外一个是裕民 MACD 也是绿的，对，所以投资朋友你看哦，你每次买翻红第一天你是不是会赢？哎，对，翻红第一天买会赢，翻绿第一天卖你不会惨赔，好，所以把握这个原则吧，好，所以你要进驻的话，我认为以波段性而言，至少耐心等下一个 MACD 翻红出现。我们再来拼拼看，我认为这样子会比较安稳一些些。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感谢哦，在每次节目当中爆料了很多产业独家内幕的江国忠老师。如果呢你喜欢江国忠老师的话呢，也请大家可以加入荧幕上面江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任何有关于像我们今天提到的 IC， 还有 MCU 跟车用股的部分呢，都可以来请教江国忠分析师。当然，如果你喜欢股市热炒店的话，请大家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哦。我们非常谢谢江老师，好，谢谢，拜拜，周末愉快。